大家好，我是宝妹。 我是阿、啊、宝，欢迎收听乡春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晚是阿宝老师加宝妹在家为你来服务，存在方面的代志，这部方面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来六三三八六零一。咱进攻过时阵呢，吴天又打电话来讲吼，宝妹你甲宝哥讲一下，不是吼、哦，我唔爱去题材啦，现在是最近贵就要考啊，卡在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很忙，<laughs> <laughs> 所以他说，哎呦，好烦呐、啊。 阿 <laughs>、啊、哥,哥在听讲，猫咪郎刚好要起，你干脆恁哥给他炸一嘞哈。有啊，我说玉纯刚好明天要来，明天帮你带回家。他说哦，太好了，不然要从太保来，<laughs> 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啊。我真的觉得真的是为难大家。哎、啊，卡点連,连关也没有办法寄送，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呢，会问呢，收稿会收好，给你，啊，有些是最晚就是收到礼拜一，所以没关系啦。哦。大家呢，就是到时候呢，吃一吃啊，开心就好。 阿活迪呢，就是白菜上哦，大家啊，大家若是有时间、有闲、有兴趣，那麻烦大家呢，就打我们的扩音电话、哦，零五六三三八六零一六三三八六扩音。好，我们接着吼、哦、看一下听友的一些问题。来，那我们的听友呢，今日也打电话来吼，拜托我一定要给老师问一下，因为刚刚有种困了吼，他们隔壁邻居呢，人家都种的很好看，可、就是伊的青花呢，种噶呢袂多讲笑，实在是有够恶作嘞，讲伊的青花菜吼，拢袂多。 这怎么拢袂大，已经种四十八公啊！啊，噶进前吼，伊、哦、做基肥用什物棚？哦，四分地嘛，用五公斤啊，三十三十九号啊呢，伊是跟仔用一包啊来做基肥，会不会跟他吼、哦、下这个棚有关系？啊。伊嘛有客吼，一个嗯，农林肥啦，吼、哦，客三包啊，因为伊伫种植了后呢，迄段时间大多数拢是用迄、那个大肥的黑沃哦，一分地呢。 一包半，所以这样子的施肥方式是有关系吗？还是讲伊啊最爱生痰、爱生青苔啊，在水分管理上有问题？老师，嗯，因为有当时啊，吼，就是讲、這個，那应、個、诶，应该你讲诶，这个黑。 一个五料啊，这种的吼，应该是不是？应该是五号吧，吼，这是不是？以有一个系列啦，所以我是唔知讲你用的是几号啦，吼，所以啊，一般来讲你那是用这个五号啊，吼，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消耗，所以，诶，当我哋说，这大概说做参考吼，反正呢，这种啊，这个台北其实蛮厉害的吼，伊这。 这肥料内底有百分之五十诶，这个有机肥哈，所以这也当有机质，所以也当做有机质诶肥料来来做这个播种啊，其实黑石下面有机质哦，它它那个大概就是一些那种腐殖酸那一类的东西，然后来讲，伊可能去改呃，这个当拖碳哈，拖碳木炭，唔是木炭，煤炭煤炭碎了啊，一些物件咧啊，还无得去哦。 台北黑边种、黑种做番烧诶吼，所以甲这些物件摕来，啊，它、那个很细吼，啊，伊、那个隔隔多啊，迄个啊，迄个管定吼，啊，即、那個啊這個、其实迄种呢，就是呃，有诶叫做泥炭啦吼，即、啊、种即个泥炭啊，是河煤吼、啊，大概就是即类一些物件。那么伊啊那烧落诶时阵，伊因为迄微颗粒有当时啊未燃烧诶时阵，伊着飞起来，所以啊，伊会造成伫即个。 啊，发电厂咧烧煤的时阵，这物件不好用，所以必须要甲过细过，筛过了迄个物件退出來。那些东西有机子哈，这测、個、定的时阵是有机子，但是呃，这这种的解，这個、有机子对土壤的这个改善哦、喔，不是说没有效哦。我和平友恁堂人讲，哎，安尼、欸、可能对啊、呃、产品改善没对土壤改善没有效，有效，但是这含氮。 啊、嗯，那个纤维纸较济，这种的一，這個、一,的一个这有机质，这完全是无同款的，这这概念吼，所以咱好朋友一定爱、呃這個呃、啊，个之吼小啊小改分开然后就是讲。 一定千万要了解着就是讲不要认为安尼我我,我都我拢有用迄恶劣吧，所以即有机质吼，有机质有够，但是伊个伊种有机质是伫土壤内底不太容易被微生物利用的迄个有机质、就是、的，是讲也伫千八万年来吼，已经伫即个土壤内底已经啊，即、呃這个固定掉咧啊吼，所以。 有效、啊、但是呢，不是那么的容易诶、啊，即个吼、哦，无他简单地当来改伊啊，即、這个微生物诶当利用安尼吼，所以伊对土壤的改善呢，即个好个就只有一部分吼、哦，所以呢，啊，这里也当稍做解解了解吼、哦，所以这个系列吼、哦，这个我是觉得 OK 啦吼、哦，没有问题哈、哦，所以应该是即个你用诶吼，是毋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啊吼，人工利用特一号吼、哦，这奥利啊，即个特一号啊是特。 四号啊，四、哦、号应该是无用到啦吼，四、哦、号也是一、這个啊，是于一比二的迄个弹夹比吼，所以这一般咱伫这个。 啊、呃，这种回材内底吼，应该是袂去用这物件吼。但是我我还是认为你这个东西下多了啦吼，你、就是讲，呃，你也要落包盘，因为这个一这个内底吼有迄泥炭嘛吼，这些泥炭其实是迄腐殖酸这一类的东西，啊，这种腐殖酸这类也解决物件里头用内底有可能吼。 有可能个拔掉咧吼，真的有可能吼、喔。啊，小块去个拔掉咧安尼吼，所以最好朋友呢爱小注意一安尼吼。等于讲啊，你咧应用的时阵，你一爱注意这问题啦吼。啊，因为伊个呃，应该是呃，这个小拔掉咧安尼吼，所以你一定爱呃，小做者，下这个了解，就是讲尽量然后等是讲你那是。 呃，你用的时阵不要用太多就没有问题，吼、哦，也肥也较白，所以为人会认为讲这种肥不好用。其实我不反对人家用这个，吼，其实我讲，人国内较贵一数啦，但是我是认为这个可以用，吼、哦，他真的可以用，因为。 伊诶嘛是有一点啊小太淡，有迄种，有。但是你就是卖落足侪，简单来讲，你就是卖落想侪，你落想侪，他就没有什物迄个好过的的不同向你喝了吼，所以这我个人是认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那最后呢，这这管理哈，这应该也是有这种过程，不过这拢是一个学习啦哈，反正简单来讲就是讲啊，即个一大一淡吼，啊是不是讲？ 啊，是毋是讲即个棚伤多吼、哦？四分地五公斤卖啦吼、哦，四分地五公斤的棚呢，啊，不会太多吼、哦，不会太多吼。即、哦、咱好朋友呢，啊，会当小知影者吼，就是讲啊，确实吼，确、哦、实呢，啊，即、這个量未伤多啦，吼、哦，未伤多吼、哦，所以呢，啊，你毋免去担心讲，诶、啊，是毋是棚伤多去甲拔咧？我个人倒是认为吼、哦，真有可能吼、哦，真有可能呢。 啊、呃，是毋是即、這个吼、哦、算堆落肥嘛吼？啊，落来、啊，因为你拢用这种恶料啊、恶料啊吼，有就你若落较侪，诶、欸，你看伊落较侪，其实他吃不到，伊也白掉了，所以有可能是这款呢，即个情形吼。但是这这是一个好的肥料吼、哦，老实讲。 啊，虽然我们对这一家公司老是感觉它不咋地哈，但是呢，啊，人诶物件好的时候，这也未使好笑诶，是不是吼？所以讲，虽然啊，比如讲即、這个你无介意这个人，但是一讲的话对，就是对啊，你太当公意。 啊，讲诶话著是毋对的安尼吼，这袂使安尼硬拗啦吼。虽然可能伊讲诶话是对，你听起来较无讲介介意，但是对著就是对啦吼、喔。所以配料更更加是安尼，有当时啊话咱抑个无法多去安尼讲。啊，若是以这肥料来讲。 对的就是对的，好的就是好的、啊、这但是我别个咱听上人讲了是讲，一个好诶一个肥料，你一定要看你是安怎用、喔、千万你一定要去看你是安怎用，未当讲啊，我倒安尼胡白甲偏胡白甲用，迄唔对吼。你讲你，你顶爱去知影即个肥料诶，即个即个特性，即特性是第几是虾米款诶，即个即个所在所以、呃、一般来讲是要少少注意者安尼其实我觉得。 呃，即、這个台湾有即间肥料公司，即个对农民是啊、呃，绝对是一个，你讲是好啊是歹吼、哦，有好就有坏的吼。但是对肥料的即个即个介绍来讲呢，啊，绝对是压得住吼，有、哦、法、欸、多加真济，即肥料有其进口的即个肥呢，甲打伫迄个所在，和你袂震荡吼。啊、呃，但是呢，因为有一个即、這个。 啊补充嚇，就是讲，因为有可能你落嘅即个肥嘅关还是真正各种嘅一個,這个原因啊，嚇都有可能啊，因为伊可能就是即个肥料嘅一个价钱较俗，但落料上過好多，嚇所以。 我是认为吼，我是认为你生长的时阵，有可能即个肥的量有较关系，啊，你用迄个比例咁对啦，吼，你讲啊，即个比例足重要吼。比如讲肥，咱咧讲的是毋是？咱咱有喊好朋友讲到，就是讲即个四个 R 啦，吼，你讲落肥的时阵。 咱恁落肥诶时阵，著是叫做四 R 吼，四 R 四个正确诶一个、一个、个呢啊，即个管理吼，即个决定，就是讲咱若是一个肥料吼，你爱选择一个正确诶一个,這個、这个肥料吼，即个啊肥料诶即个，咱讲诶啥物叫做正确诶肥料，著是迄个比例爱对吼，迄个比例爱对，过来著是讲一个啊正确适当诶一个即个营营养吼，即个 right 吼，即个量爱对。 过来就是这个适当的一个正确、适当的一个即时间，这个 right 爱钓，即、這個、时间爱对吼。过来就是正常的位置，你落诶迄个所在对唔对吼，即个啊。啊、呃，咱咧落菜是较袂讲落毋对去啦，吼，即呃基本上是安尼吼，所以呢啊会当互你小做一即参考啦，吼。但是就是讲呃、uh, 真的重要诶，即个所在吼。 啊，会当互咱好朋友呢啊，小、呃、做一即個,个了解着吼，所以基本上吼，基本上呢啊，会当互你小知影即个吼，所以呢啊，基、呃、基本上吼，就是安尼一個,這个情形吼，所以呢啊、呃，你的应用一定爱注意吼，就是讲选择正确嘅一个肥料，所谓正确的肥料是迄个比例一定爱点吼。哦 适当嘅一个，即个用量，伫适当嘅时间，正确嘅时间来落，伫正确嘅位置去落肥，那安尼就无什么可能，即个问题咯。吼，所以就是啊，不二家别家啲提醒嘅，即个所在吼。那么基本上，吼，基本上呢，就是讲伫即下只，呃，伫咧应用嘅即个时阵，吼，即肥料，吼，真重要，吼，真重要，吼，呃，但是最后呢，即管理千万唔得未积极，啊，青肥伤侪，吼，即绝对绝对是肥伤侪，吼。 就是讲你若是感觉讲我青地它只多，啊、呃，即、這个肥真多，所以我咧怀疑你青地的用真多，我在猜测，毋知对毋对啦？吼，这是我，因为我无看着你用肥，所以啊，不过我别讲你，你应该是用五号啊，应该是五号啊，吼，啊若无呢？若无就是四十三，吼，应该是四十三大头啊，一半斗啊用五号啊，啊若无，理论上来讲。 你若用五粒仔诶吼，五粒仔倒去几支尔嘛？吼，一、号、四、号、五、号、四十二，对吧？一、号、四、号、五、号、四十二、四十三，是毋是安尼？哦，四十二著是咱讲诶，这一数字啊，吼啊，即个物件，所以你若是用五粒仔，大概是这款的这这个。 啊，即、这个即、这个用法吼，所以多数你应该是四十三啊大头啊，然后即、这个啊即、这个五毫啊，准讲你若有用到白种，啊那无应该青地比较侪吼，所以花菜。 花菜唔免黑济，即、這个四十三啊，吼，即千万唔当真讲，即个四十三啊，吼，四十三傻瓜肥吼，但是肥料傻，我们人不傻吼，即千万呢爱少注意者吼，即底下当我咱好朋友吼，少做姐姐了解哈，啊、呃，伫即个种花菜，然后虾款的姐姐困难哦，那干吗讲有一点点没有把握哦？欢迎咱好朋友呢啊、呃，再讨论一下吼，即肥料其实。 呃，伫台湾吼，我看到的吼，我看到的吼，超过量去引起着肥料嘅效果无好，这是上重要嘅，作者拢是安尼吼，所以啊，也是讲过来就是选择嘅一个比例较无讲遐尔啊适当吼，比如讲你你种青，你种花菜吼，你种花菜、青花吼，细种嘅时阵啊，无、呃、得用一盒啊，无得用四十二啊吼，其实我是较建议吼。 啊，差不多是即个一盒啊，四十二啊。那以回彩来讲，四十二啊，吼，也没有问题啦。一盒啊，是一个足好用的吼，上届大师用五盒啊，但是我是无细赚诶时阵，你用五盒啊，无。问题。但是开始咧大，已即卖已经起来啊，你来也是爱互伊大一个。你啊有电费，电费诶时阵单卖较悬，所以你会当用得意啦，还是即个迄吼。我了啊，拢特制号诶，特制号诶意思是伊有一点仔即、這个迄吼。 啊，伊有即、這个应叫做硝磷基啦吼，著、就是讲啊，伊有一点啊，即个硝酸态氮吼，啊，即种硝酸态氮吼，即对啊，伫降温诶时阵，伊诶效率真好啊，因为伊即种硝酸态氮无法度去互土壤家固定掉咧，所以伊若是都先侪拢老掉去，伊较无肥啦，做侪人讲大肥诶无肥，即、這个原因著是伫遮哦。<laughs> 啊,啊，干无肥，足肥啊？啊，无肥，你若买落较济，足肥，你啊落较济，你讲啊，我落包盘，落你落包盘，伊食着可能半包尔，所以一包拢啊那拢留掉去。 漏掉一半较过去，因为有花都漏落来，可能是一半呢。吼、哦，所以你来啊，这个小参考者，吼、哦，参考小书客啊，包括今日阿你讲的这个，这个啊，小小的個这这個意见吼，咱、哦、今日用恰恰时间，和你来讨论着这下物件呢。啊，这个原因是希望讲啊，因为你选择了一个好的肥料系列，这个系列的肥料其实很好啦，这個。 啊，不过有讲过，就是讲除了这间公司，咱不一定讲干嘛就认同意话，但是实际上伊这肥、這個、料吼，伊这人我那做用心咧做这物件出来吼、哦，所以也去想着这种坑来做这个物件也是很厉害吼、哦。所以我是觉得好诶，好诶物件就是好诶物件，但是好诶物件咱就是爱甲用好，我们要把它用好了吼、哦，这用无好呢，那么就就很难了啦吼、哦，就变得比较有一点点吼无益诶。哦有 啊，一定的这这困难安尼吼，所以大家参考看卖，这安尼啦吼。我是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互相探讨吼，互相去探讨的一个。当然，我认为是对的，不一定是，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认为对的，我一定要跟一定要跟咱好朋友小讲一下安尼嘛吼、喔，这和你小做一参考吼，安那上面点灰彩。 社会上诶，即个问题啊，可当含南部气象，还可以当含咱来共同来做这讨论哦，嗯,<哼>嗯，好，来六三三八六零一六三三八六空一，1, 1, 这是咱现场可以专线，淮南雄亲吼多加利用。住宅方面诶代志，政务方面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呢，就是靠咱诶语音电话。客厅讲咧，咱网络吼收听的时间是。 透早四点至六点，上午呢八点至十点，即两个时间。关于收听上有任何的问题，加个卡公司诶行政电话六三二六三七空，或者是六三二三四五六九。接着看我们听友谢佳玉的问题，谢佳玉问问老师是有关诶伊诶即个，伊讲吼相片当中伊经过迄个。 就是他把它连根，就是伊家迄个吼，诶，诶，知影甲摕起了，伊有看着迄个昆丝，爱讲迄间是菌跟菌，啊，阁有吼伊个金龟呢，啊啊啊，成金龟，各几片叶啊，阁有这种降落伞，这是啥物病？伊个叶背呢又有黑点，一点一点，诶，虫排泄物，那个是虫的排泄物吗？嗯 即、這个吼看起来像菌丝诶一个、一、這个物件吼，这一般应该是伊的根毛了吼，就是讲那无真大的一个，即、這個、意外吼，这個、应该是即个根毛吼，所以你即个栽啊的一个、一、這个时间吼，非常的适当吼，啊、呃、都长都好好安尼吼，所以根毛也很旺盛啊，而且啊，伊、呃、迄个根嘛无安怎翻乌吼，所以你。 啊，这是一个好的、這個，即个即个血盘苗吼，但是啊，迄应该唔是即、這个吼啦迄是根毛吼，这個、应该唔是菌丝，菌丝会在更细吼，比咱目睭看会到的即、這个即、這个根毛呢，也佫较幼吼，所以一般来讲，迄、那个菌丝吼，你看袂到，安尼白没有那么明显，你也看也是一整片的吼，所以。 啊、呃，这应该唔是即个菌丝，但是这是根毛吼、哦，所以你这是一个好诶，一个即个仔啊吼，是一个很不错诶一个即、这个、啊，因为这根毛佫真幼，佫拢伫咧吼，拢根也无老化吼、哦，所以你咧种诶时阵，菌、嗯、根菌小甲稳一个，伊也逐渐的接种成功啊、哦。啊，人工呢，即、这个效果上呢，应该会更好一点点吼、哦，所以最后你稍做解即个、这个、了解啊。哦 家底上是安尼，即个情形吼。那么另外一节就是讲，即个相片内底伊个叶啊吼，迄毋是降落伞啊，然后迄已经变降落伞啊。吼，咱咧讲诶降落伞，伊也是小可翕翕，你迄龟个怎啊连落吼？ 所以通常你为即个叶啊的这个所在往下看吼，你也注意看觅一个吼，看,看这个叶啊附近是毋是有避开吼？即、哦這个啊叶蒂呢，迄个附近是毋是有小可避开吼？抑、啊、是讲伊迄个病的即、這个啊叶病的所在有是毋是有小可避开，这也、個、是爱说字啦吼，因为即阵啊呢啊很容易呢啊啊即、這个。 很容易吼、哦，很容易呢啊！就是讲是一个、呃、一个、一个呢，呃，真要紧的这这所在哈。就讲这个物件，嗯，一当，可以你少注意者，因为有时啊，吼，这个时阵就容易得什么慢曲病哈，这慢高了哈。就讲你们能不要小看这个问题，金龟已经算较袂少啊，但是呢，呃，这个这个还是会很容易吼、哦，很容易呢，呃，这类、個。 对啊，吼，这大体上是安尼，这情形吼，所以啊、呃，你爱要注意者吼，这基本上是这个问题吼、哦。那么这血啊吼，超大起，啊，然后也这个血掉病啊，怎从啊，够几种情形都、就是这个疫病吼，并唔讲像啊，即阵啊，较将你也是看无看到避开了吼，没有看到它是裂开的吼，等于讲啊，你是一个这个血内无看到伊避开。 啊，然后呢？但是伊迄个血啊，呢，像去互滚，也是会有像去互滚水烫着即种诶一个即个情形吼。啊，这真有可能吼，真有可能呢，着是这种这个疫病吼。啊，话讲疫病毋是热人，无人讲疫病是热人，二十到二十五度拢犹过会着，二二十度以上都会着。啊，像等今日即、這个咱即嘛冬天即种天气，敢有啥物是。 没有吧，都是都是二十度以上较济嘛，对吧？十度以下即个温度诶，时间足短，啊，伊也湿度较悬，所以你即下需要注意者吼，就是讲啊，注意即个疫病，所以是毋是有时啊？因为一般疫病吼，伊、喔、也一般些啊，会叫像叫滚水烫着安尼吼，即、喔這個、啊，然后若是小块，比如讲若鸡骨啊，你甲看吼、喔，是毋是伫迄、那个啊，拄、呃、啊好差不多点啊，含月饼小食迄个所在吼，你若感觉迄只遐有一只。 啊，小可、呃、像安尼，迄、那、即个滚水烫着迄个所在，较较较较接近迄病即个所在，吼、哦、啊，伊个桥啊都会碎碎、哦、啊，会安尼顶倒安尼碎碎，吼啊，啊是有当时啊，即桥伫桥啊管顶伊都会臭焦去吼，即、哦、有可能是着即个疫病，吼、哦，所以即下需要注意者，吼、哦、啊，若是有看啊，对，当然得做一下即处理，吼、哦，即、這個、大体上呢。 啊，应该是无虾米款的，即个即个问题了吼。那么至于即个叶啊管顶吼，叶子管顶呢，有一点啊？即、這个啊，即、這个定点定点吼，即种呢就是讲你看到，诶、欸，好像什么虫大便啊，是虾米款哈？那么即个叶呢爱注意哈，即其实这个就是我是为即个部分哈，呃，就可以证明，伊即个是慢枯病吼、哦、的叶啊，顶管的即个芒果叶一点。 啊，乌乌原色诶，就安尼乌深乌深吼，即呐即呐伫长头吼，伫、喔、迄、那个伫细长诶时阵，伊就臭大去啊。 伊个规也都拢臭大起啊！吼、哦，伊长的差不多，哎、啊、呦，所以你这应该还蛮健康的，要个要个看一着，即种诶一个即病斑，所以即有一点仔盲菇吼，即、哦、药啊，即即后呢，安尼即等是疫病，啊好加在即、這个啊、呃、疫病加盲菇诶一个即药、啊、呢有一点点类似吼、哦，所以你即下紧吼，即、哦、就是啊咱底下咧药讲是毋是即个疫病吼、哦，啊即是毋是即曼枯病吼，即讲较这個、其实呢。 啊，不啊，是一开始是甲你讲，伊也有可能是慢枯，但是有当时啊，咱会去呃，有会被那个一迄、那个叫做疫病吼、喔、去甲伊啊去扰乱，即、這个时间内底吼嘛是有可能吼、喔，尤其若是有落雨，所以你这应该是有一点点啊，即个慢枯病吼、喔。啊，喔、你整田诶时阵吼，慢枯病上惊的是讲你整田诶时阵，伫歹天，啊歹天伊迄、那个啊，咱甲伊整田念条，伊毋是要老灵老灵吗？ 迄、啊、个康水未收缩啊，拄啊好伊个顶悬有迄个叶柄，伊着有黑黑吼，有一寡黑色诶一粒一粒迄种诶结节物件吼，伊着着着吼所以咱这爱小注意者。所以一般来讲着是讲，即个扑灭灵、氟多灵吼，这会、個、当选一支吼、喔、啊，加者野脱敏啊，即个啊，保利霉素吼。喔 即个物件，那么小改做者即个处理吼，即一般来讲是有法多改控制掉咧。这个不会很诶，难无湿度无真悬，都无啥要紧，但是一定爱用。用即种钓钓吼，迄那种叫啥一种物件吼，那个不是，迄一点乌乌吼，即都是慢枯病吼、喔。啊，即若是血管顶病，讲落水人较重，伊伫迄个血管顶，你着看到伊个血管顶金龟嘛会吼、喔，金龟要还好，金龟因为治愈能力吼，伊家己。 啊，即、這个复原诶能力较强，所以有时啊会小可避开。你也看到迄只金龟顶冠，哎、欸，那拢是个避害蛇较济吼，敌蛇较少吼。一般拢是避害蛇，開開那拢是开开肉迄种吼。迄种迄著是这个曼枯病吼，啊，伊会坚皮啦，所以内底无一定会害去吼。所以啊，金龟斗这个这个强悍诶这个这个能力吼。啊，你若枯龟伊避开伊就伊著愈合袂坏，所以枯龟你著看伊一日啊，著一个所在避开。 迄个一北嘅，通常伫北嘅管顶，较少伫内落迄个所在，拢直北迄个所在，伊也避开，啊，多数拢是避开嘅，吼、哦，环避，迄个环，吼、哦，咱贝啊，滴咧伊是环，吼、哦，伊有环避开，吼、哦，啊，若较湿气较重，你著看着伊个所在，啊，就话奶耐啊，分人分人，分人真至老龄老龄，啊，伫个管顶，吼、哦，一般若是用這，有咧，即、哦、个，都无解，吼，伫枯骨内底就就容易去拄着，遮真侪拢会讲迄碳酸啦，啥物啊，碳酸诶药啊一直、啊啊、结。 无毋对啦吼，其实你全有当时啊全类抗生素诶药，因为炭疽病咱会去用着啊，比如讲像即个达美芬也、亚托敏吼，还是百克敏，有机啊，即个物件其实对即个曼库病有效吼，但是伊迄个压制诶效果较无赫尼好吼，蛮高诶一个即、這个压制诶。 啊，这万个面，这个效果较无遐尼好，所以啊，咱拢会建议好朋友就是讲，哎，加一罐这种保利霉素吼，啊这啊小格加咧用咧呢，这是咱的经验。啦。有人讲啊，你也知安尼就较好，我他系知吼，但是阮较早都安尼用，啊即嘛嘛是安尼用，啊个试过嘛，感觉安尼用袂歹，所以不甲你讲，啊，这算、個啊啊啊啊啊、野人献曝啦吼，毋、啊、是咧干，毋是咧挑战什么权威吼，你、啊、讲。 啊，即个波阿爸从说明过吼，讲哎，你会知，嗯，你拢较敖安尼吼，伊毋知我是啥物人吼，所以呢，啊、呃，甲咱吐槽啊，吐槽我嘛，点点对对对对，我冇讲啊，毋是啦吼，即有时啊，一个病害本来着是会当讨论啊吼，啊，我就是,是表达讲，我较早捌安尼用过吼，啊，我有做过试验无啦吼，我相信吼、哦，即个友啊嘛拢无做过，啊、呃，做过试验吼，对不，是毋是安尼？他有啥物人做过试验拜托嘅？ 很有限呐、啊，有试过真有限呐、啊，毋是咱伫遮咧讲大社会，是毋是安尼？哦，只是讲咱是毋是有去家经验看咩啊，一的？吼。 啊，安尼应该是更较好啦吼，所以呢，这是我啊伫即这家会当互你诶一个即个啊即个，互、啊這個、你做参考吼，即、喔這個、大体上是安尼即个情形吼、喔，所以呃大概是安尼吼，即、喔這個、若是有伫使用上当中呃再说啦。吼、喔，就、這、互、個、你小做者一、這個、了解着。吼，即基本上吼、喔、是即款诶即即个呃即、這个情形吼、喔，所以看起来吼，看起来呢。 啊，爱较紧来改，即个吼，虽然即种天气无改，但是你一定爱甲伊冻掉咧，吼、哦，即、這個、慢酷病吼，一般著是讲。 呃咱会用即个亚脱敏，吼、哦、也是讲撲咩灵吼三火敏，啊即亚脱敏、三火敏、撲咩灵也是讲你啊，你就感觉讲吼若无若无白克敏你挡唔牢啊嘛无要啦吼但是即內底著是賣重複吼不要重复啊你亦当啊，譬、啊、如讲用若较严重，吼、哦、较严重，你会用一个即啲扶多寧，嚇、哦，但是呢一般来讲加一个撲咩灵大概就 OK 了，哦、啊若是。 啊，无解药，你得爱加一些保力霉素，吼、哦，这多数咱嘞安尼来解，即做出意台三、三、三种嘅药啊，啊，这三种嘅药啊，若是无白分病，咱都免去染白分嘅药啊，啊，无一般若是有白分病，咱可能啊，爱、呃、个少做些即调整，吼、哦，就讲若小可有一个即个白粉、哦、啊,啊，吼，啊，无咧落菌啦、烫伤啦、叶病啦，吼，拄加啉诶，即药啊，拢会当得到一个即个控制，安尼，好、哦。 啊，所以这啲家伙和朋友呢，啊，小做一個这这参考吼，这、喔、基本上呢，大概是有这款的这这情形吼，在、喔、提供予咱位好朋友呢，啊，伫在背上小注意一下，唔是咁严重，但是呢，啊，其实说不是很严重，也是要小心吼、喔，因为呢，嘿那是拄着啊，小花有一个阴雨绵绵迄种天气来的时阵呢，有可能伊得提早下课哈、喔，所以这咱来。 首先先改造红地，而且我话别拆修啊，别拆修啊，不利的用西片啊、哦，这个大概呢、哦，是一个比较简单方便的这些操作方式哈。哦、好，来六三三八六零一六三三八六空一，1, 1, 这是咱现场空运专线，欢迎咱乡哦多多利用住宅。 或者是作物方面有任何诶疑问，好朋友拢是卡咱诶口音专线。啊，咱过年休困的时间呢，就休息个几天吧。好，来接着看吼，我们马吉卡吼七七一七七一呢，即讲伊种小黄瓜诶，品种是五二五，种，差不多是二五公。但是最近呢，有迄个生长障碍。老师你看伊吼，诶、欸，就是寄给你的图片，还、啊、有讲好像呢，较袂吼，好像是不上珠吼啊，即摆安尼敢有救安尼？ 是，嗯，不上猪是什么意思哈？哦哦哦，不上猪嘛，这样不就是讲更不上猪啦？是不是？对啊，对啊，这干嘛就是安尼？呃，白白的哈，就是讲简单来讲安尼，对人对对卡不买做哈，这所以哎，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哈？对啊，他就在问啊，很奇怪。 对，照你来讲伊是老西啊呢，确、嗯、实，他也算是个老师傅啦。对，嗯，我把所有图片看了一遍再说吼，啊、因为这个很畸形吼，尤其这个啊，这卖讲后，然吼，卖讲西武卡这仙人拍过有时错吼，这样不啊都要把贵的贵小黄瓜转到超会搭金德会吼，这套什么吼，所以呃，包括咱。 即个性格嘛，别全着草药啊，吼、嗯，即阿婆阿先生你讲诶，就是讲，咱那是做实啦，吼，毋捌去草药啊伤过，吼，就是讲啊，你种作诶即个过程内底，从来毋捌去草药啊伤过，只有两种情形，就是讲第一你都毋捌种过，第二呢你种无几几摆安尼吼。 你啊，加钱几吧？拢会啦，著是讲伤了有严重，无严重，安尼两两啦吼，安那无一般来讲呢，啊是不会吼，是不会有这种情形吼。啊，咱即位好朋友传过来即几张，甲看起来吼，有诶讲啊，这下骹有安尼臭焦臭焦钙成矿金髓、钙成即个缺啊，这类有吼有。 有出问题啊？是安怎？有啥物款出问题吼？即、這个有可能是即个啥物高醫师啊？是安怎？但是呢，你爱知影吼，若是高醫师诶时阵，伊息啊共款顶会开。咱听众朋友，即个息啊有顶开，息啊有顶开了。 啊，来、呃、有变细叶、那個，啊，然后呢，佫变即个冠顶吼，新买的对啊，正常正常安尼吼。那、嗯、么，这物、個、件有可能吼，就是讲，这是咱先推断吼、哦，两种诶一个这种情形有两种诶一个，这可因为迄叶啊，伤缩先过头细叶去啊，吼，所以啊、呃，这個、有一个佫而且迄有黄边啦吼，所以这是一个做。 做下去注意诶，吼，有可能吼去转着即个啊两、呃、种物件。第一，有可能是即个普巴克诶、這個，即、這个即个啊量上过头茶吼、哦，普巴克，吼，比如讲你罐头诶时阵罐普巴克，吼、哦，即、這個、类诶即个物件去上到，即、這個、第一个咱看着上甲介普遍吼啊、哦，因为迄新买，诶啊，搁一个着是转着啥物呢？转着代克利还是亚托敏，即、這個、类诶即个啊，即、這个物件然后有去染着高渗透性诶即、這个。 粘着剂，吼，比如讲你染到那个染料，迄个粘体还是特殊的，即、這、唔、個、知啥物粘体，唔知影。甲进咱要搁咧吹吼，啊，迄个我吹到，我就甲公布吼。即、啊、但是可能会，也可用维欧吧吼、啊。其实心里大概有个底吼，啊、知影啥物款呢？啊，是有可能的。就是讲一寡哩高渗透性吼，即安尼哩知影吼。所以你啊看，你若看到迄种药啊，甲你写高渗透性粘着剂哈。 呃，这样小小注意一下吼、哦。咱振作只有两种，这个原理一种呢，啊、呃、是这个以扩散吼，并讲以接近的当去去扩散吼。啊、呃，这个大概就是讲，伊较容易吼，较容易呢扩散开吼。啊这这这种是一个上标准的，较较容易扩散吼。啊、呃、啊，但是呢，够另外一种吼，够另外一种呢，就是讲伊的一个这个呃。 它是一个直接哦，伊的直接的渗透落去，就是讲，诶、呃，伊诶一个这类直接啦吼，直、哦、接的怎穿进去啊、哦？就是很容易穿过伊诶一种伊的、那個、表面吼、哦，所以，呃，咱植物诶一个这个表面有一个叫做角质层这种物件哦。那么這它，这物件该啊调伫迄个所在时准呢吼？哦 伊迄物件掉伫伊遮遐，啊有迄物件掉伫遐是咧保护植物着、就是讲，哎、欸、有一寡啊、呃，比如讲像病啦、虾米啦吼，啊要来吼，啊这通常伊着较无法度，无法度侵入吼，伊、哦、迄有一炎啥物物件，膜啊是啥物款去甲伊啊去甲伊之个。 即个爆掉了安尼啦吼，所以呢，啊，即真济吼，呃，所以像咱咧用呢，即个斩着剂吼，咱是一种即个高度的即个即个扩散吼，也是扩散型，你看。 渗透诶一个即、這个向呢，较无通赫尔强吼，所以啊，所以即爱注意者吼，但是伊嘛冇这渗透性，但是有诶，伊是纯粹着是即个渗透性，着、就是讲伊内哦，迄足紧诶吼，伊有一个即、這个向呢啊，即、這、渗、個、透诶一个是伊上强诶即个所在，所以啊，比如讲有虾米着好，咱拢会甲听众比如讲，哎，你爱淋一点啊，迄个粘 T 哦吼，迄粘胶剂吼，较毋惊吼吼，伊诶，伊即个物件渗透力嘛足强啊。 但是伊扩散性足快，一入去就足容易散开，啊，散开甚至渗渗透入去。但是，啊，这物件你若用作，就比讲叫你用四千倍吼，你甲你甲用两千，你甲用一千吼，安那佫加着也透明吼，即种物件有可能会去伤着，有可能。 吼啊，有诶药啊吼，毋免吼，一点点啊，伊诶本来扩散着较歹啊，所以直接着渗透入去吼，啊，即种呢即毒素着真容易吼，真、哦、容易去伤着安尼吼，所以啊，即一定爱吼，好朋友呢少做者，即、这个、了解就是讲我个人诶看法啦，吼，即应该是去转着药啊吼，你讲。 甚至有起啊，因为有诶讲讲是迄种即个土壤内底吼有矮化剂啦吼，还是啥物款吼，即个问题我倒认为不太是啦，因为矮化剂吼较袂黄晓吼。并讲你若是即个因矮化剂诶关系，伊会怎啊，硬硬硬伫迄个所在安尼吼，迄血仔拢袂大，啊迄肉嘛变做足短吼，拢袂大，但是伊较袂黄晓啦。 那是那是纯粹是这个这个矮化剂的关系吼，所以啊，爱、呃、小注意一下。我是认为讲这小庄地吼，应该较紧吼，利用一个这个啊、呃、吊车这吼，应该系你有咧用吼，那你就给它喷一喷吼啊，这、呃、个较紧吼，因为这二五工啊，种落去二五工吼，这有一点啊较比较比人比较细汉，二五工要开会啊，开玩笑吼。 啊，一定要注意者，啊，搁一个就是讲你，诶、欸，因为这看这色是较无共无这個、我是足惊你转石灰硫缓合剂，吼，这啊、呃，这药啊不也足惊吼，因为真侪咱好边友咧种诶时阵，啊，因为这毋是农药嘛，吼，非农药，啊，而且伊诶一个即个效果嘛袂歹吼，所以啊、呃，是一个即个，所以咱。 伫家里在应用的时阵，咱有当时啊加一束啦吼，就给他啊加一寡这个物件落去安尼吼，所以呃基本上就去加加一寡这个呃加个这个加那个加这个加那个结构呢，啊、嗯、你咧用吼就出问题吼，所以这还稍夸注意者吼，有当时啊呃真济吼，啊这是应该是不会啦吼，应该。 啊，因为我看的色不太像吼，因为石灰硫黄合剂抓落，迄烧啊，了灰白灰白，所以应该不是吼，我是按那个推断吼，啊，我是讲先，呃，先慢一点说什么哈、啊，这类、個。 嗯，先慢车吼、哦，慢车讲是安怎样啊吼，啊但是呢，啊你先甲伊即个吼、哦，做一即个即、這個、较紧吼、哦，先几丛啊先家喷喷的看吸会起来，啊吸会起来着咱下啊，那吸袂起来啊，咱后壁较甲伊检讨讲，诶、欸，我是去用着啥物物件？ 啊，后摆呢，卖去犯着同款的错误安尼就好啊，吼、喔，啊、這個，无即有时候呢，即、這个出头真侪吼，啊，即、這个即种温度吼，即、喔這个夜温低于十八度的即个即个温度呢，对小黄瓜来讲其实是比较凉的，比较比较冷吼、喔，所以尤其咱是伫即个海边啊时阵吼。喔 啊，咱若、呃、是伫即个海边咧生长诶时阵吼，咱海边啊咧种植，咱好朋友爱小注意者吼，即、哦這個、小黄瓜有当时啊，伊诶一个即个药呢真重要吼，即、哦這个，伊啊爱小来讲，伊注意到即部分诶一个即个问题吼、哦，因为伊比放，你讲我柑仔蜜，柑仔蜜即阵无放？ 第十二度以上无放布盘拢无要紧吼，也不太影响吼。但是呢，呃，伫即个温度来讲吼比如讲若是伊回归吼，十八度以下吼布盘小放一个呢。 啊，会好一点点吼、哦，所以你若看册，伊会改讲小黄瓜是啥物，适合温暖的气候吼。啊，其实伊的温暖的二十度啦吼、哦，大概就是二十度以上吼，咱、哦、常温啊，不要超过三十度。啊，伫台湾是拢贵崩溃较济，常常咱拢超过三十五度，啊，三十五度伊的生理障碍吼、哦，啊，之类甚至呢，超微小安尼吼，啊，之、這、类、個、呃，暗时那时也会低于吼，哦、比如讲有一半工啊，有这种。 东北季风增强，哦，即东北季风较强，即种诶十二度、十四度，布防小放落来者、這個，啊，透早较紧气啊，掀起，来，卖好有即湿度去压起，来。啊，若是安尼啊，会当维持暗时诶，即温度卖想过头低吼，尤其咱海口迄边，即个风较透吼。哦 所以啊，即係未了，而且即呢，愛比别人較骨力吼，因为你风头最尾。但是啊，因为风头嘅即係關係，所以简单讲就是讲你有即個通風較好吼。即係熱人嘅時準，这迎、个、人啲咩？迎人,人一個即、这个海风吼，下晝三點外个海西風，哦，呢个,、哦这個海风陸风吼、哦，所以會人足热吼，啲倒立啦，拿、这个、来啲足吸熱，都冇啥啊，即、这個冇咩風。但是咱海口嗰边三点外，哦，三點外喺度開始呢。 啊，即、呃、个你诶，若是头开始有小花车驶了，诶，海西风就来啊！吼，海边诶一个即个温度，诶，海西风暗时吼，热人暗时诶，吹小花吹一点、喔、啊微微啊风吼，啊，即种风就对咱就足重要。但是寒人伊风头，哼，人也未吹着风咱海口就吹着吼，啊，吹着呢，啊，较冷，所以你布棚来小放一下，啊，且对着伊诶即生长呢，嘛，会聊啊较好淡薄啊安尼啦吼、喔，所以这是我个人诶一个看法吼、喔。那么。 共同探讨一下吼，如果你那是呃，即、這个吼呢，当喊难哥，我们大概给他给他啊，即、呃這个吼，少少介伊看卖啊者安尼吼，就稍微再讨论一下下啦吼，那么当互你少做者即个参考吼，就是讲。 呃，看 Q 的登来未？用吊车，吼、哦，大概五百倍都没有关系，吼、哦。这呃，我爸辈先啊，隔几倍，吼，甚至淡淡，吼、哦，较食那哩迄几种针对性的用用的、哦、应该两工哩著看到伊有亮起来，啊，有亮起来应该对着安尼著好，啊，那未起来，啊，其实有当时啊，吼、哦，就是做事轻轻爱甲甲甲甲地讲，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吼、哦，就是 还是看较远嘞吼，有些东西真的毋是伫咱诶手诶有法度去啊、呃、去讲阿咪吼，就是讲有可能就给他过去了安尼吼，即系等我来朋友吼，小做姐些参考啊，嗯、<哼>大致上是安尼即情形，互哋小做姐些了解着。嗯，好，来六三三八六零一六三三八六零一，过来，咱来看吼，今年嘅草莓，今年的草莓价格真的是很不错。好啦。 当然，有一些听友咧，伫个家己嘅厝内底咧，可能有种淡薄啊草莓。我们的郭树兰就要问老师：，因为草莓呢，伫个即要新鲜，冻红嘅时阵该攞起，即晚宴吃虾米。那我在想，老师如果说它会烂，是不是事先先用一些细片胶物件，有没有效果？ 有，嗯、较过来个转咧吼，即、哦這个草莓也未红，啊，倒会烂去吼。即、這個、目前大概诶，即种情形伫草莓内底逃不掉吼。即、哦這个原因应该就是即、這个，呃，简单来讲吼、哦，应该就是白粉病吼、哦。你也看到伊一大一大呢吼，因为白粉病伫。 的草莓哈，这些弹弓是一个非常重要哈、重要的一个、一个病害了哈，所以啊，我还是认为哈，这个机会很大哈，所以呢，你应该要小注意一下这是一个啊、呃，很有可能哈，进有可能呢，这都是一个、一个啊，一个一个病害哈，所以你要小小心哈，那么。 安、啊、怎讲吼？因为呢，伫即个温度、即种天气吼，这个啊、呃，咱真容易去钓到吼。啊，你有诶讲啊，干会灰霉，灰霉嘛有可能，但是灰霉吼，呃，爱较湿、较冷诶时阵吼，要比较湿冷诶即个天气较容易钓即、這个灰霉。啊打鬆打鬆，那打伞、打伞。 呃，再后是等于落水淘啊，是逃出来就打起吼啊，可能有一点点干燥这种天，一般来讲拢是即个白粉病吼，草莓白粉病较严重吼，因为你既然有法多开花细细粒啊，啊伊就着白粉，啊白粉有当时啊伊迄个啊伫果冠顶细细粒啊，伊、呃、就着着啦，所以你看伊咧大大大大，啊到尾有当时大大有啊大到做大了伊会一病吼。 诶，疾病呢、啊，种害啊呢，吼，这种呢，即进入可能吼，进入可能就是即个白粉病吼，白粉病、呃、啊，汝会当啊用四片去甲汝种几丛啊咧剪吼，即有可能果腐病，有可能是即、這个、呃、啊，即种许吼，即。 一般若是果腐病是开春了温度较悬吼，迄阵落雨最凶吼，迄通常是一个啊疫病一类，所以你即阵钓着应该毋是，即即阵钓着应该拢是白粉病吼，白粉病诶一个一类许呢啊真侪啦吼，所以啊是讲嘛无一定啦吼，但是你要讲啊要用啥管规气吼，反正你呃即、這个许去甲喷喷诶安尼吼，这个很容易吼，真容易呢。 来家即处理掉，因为咱家己咧种通常通风较好嘛，吼通风比较好,比较好啊，所以呢啊，即、呃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少，吼、哦，所以呢，即包括灰霉、果脯吼，还是讲白粉，吼、哦、啊，即拢有即个效果。目前较看起来可能敢那生菇咱无法哩产生卖晒，所以嗯、呃，其实蛮好用的啦，吼、哦，我个人啊嘛、呃、是感觉讲即马咧用安尼吼，好像很不错，吼、哦。 呃，这我是感觉是安尼吼，这大概做参考啦吼。我是觉得这是这个情形，对咧，好好朋友吼，少做者了解哈。嗯哼、嗯，好，来六三三八六零一六三三八六零一，老师接着来看这个金红金红，一共也只小番茄吼，一共小番茄一根。 进了吼有较悬啊，啊，足歹吼，是诶，可是用木板正歹办，刚有办法互伊矮化。啊，如果若是个一个吼老的枝条改吼剪掉，安尼讲没使啊？是讲要怎么样做管理？嗯，即嘛即种有三种做法啦，吼，著是讲即个系花甲足悬诶。啊，第一体呢，通常著是接卡吼，你、哦、啊，有诶好朋友呢，用一个玻利笼吼，用一个玻利笼呢，啊，伊会去伊啊即、這个。 迄种皮料是高密度诶吼，类似 PU 迄种人咧做鞋啊，迄种较较较扎实诶，迄种毋是毋是迄种足松诶，迄种吼，爱足轻诶嘛吼，所以呃，伊会拖一个啊，鸡骹白起来安尼吼，即底底即是足侪咱普遍看到吼、喔，多数拢会用即种出头吼，所以讲实在是啊硬、呃、要甲拗吼嘛，无法度啦吼。个、喔、另外一一即种是一个诶、呃、较消极诶一个做法，但是呢。 啊，伊简单啊，有效吼。但、啊、所以我个人其实是啊蛮认同这种做法的啦，然后因为那样子我咧办诶迄若咧办哦，即进前啊，我捌甲一位好朋友讲，啊，你都用一个这甲、個、传起来啊，背起哩，伊讲对啊嘿。啊，伊一工安尼办啊，背起哩，背落来，背起，背落来，背起哩，背落来，讲阿婆，你敢知爱背几遍吼？啊 啊、呃，咱咱甲算起来吼，反正你着行两步，你着爱爬起来对吧？行两步你，你着爱爬起来吼。啊，行两步，差不多百二公分。吼、哦。啊，一、一零啊，百一零若是即个百二米诶时阵，吼、哦，你着爱行几步，吼、哦？即爬起爬落爱行几啊百下，吼、哦？即呃百二公分嘛，两步嘛，对吧？吼、哦，所以你爱甲行几啊，啊，起起落落，吼、哦，所以。 其实也蛮辛苦的，有诶，讲安无遐多啊，就是安尼吼，所以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是讲卖有较悬，但是你互伊两边交叉吼，一个生一边，一个生一边吼，可以啊为平啊另外一边过，但是伊诶造成一个顶悬诶所在，重复诶迄个物件足侪，迄个钉咧钉钉塔塔吼，呃，干嘛你拍袂着日，都无善良，是不是安尼吼？所以基本上呢，啊有即、這个，啊所以这是真济人去用，所以伟人来解。 啊，扣较粗啊是安怎吼？比如讲，即卖为虾米有诶人会种？咱是毋是拢种种像灰龟苓安尼吼？灰龟苓着是讲，我今日高深啊，我种诶种伫高坪吼、啊，啊，即一条狗种种两撮，即卖有诶人家迄个行路诶所在，小可缩较细，甲高顶迄个狗诶即个所在呢？吼，算讲伫迄个狗呢，甲伊变做较阔淡薄啊。吼。啊我，我种单宁，我无我无种双撮。 哦，互伊较跨高啦吼，啊有诶，甚至是做滴管伊嘛无玻璃仔伊会也抓抓一条浅浅诶高仔，薄薄啊，还是咧吐气咧用诶，正经诶也毋是真正要饮水，伊是用滴管，啊用滴管伊种蛋排，种蛋排即满较悬起诶时阵，伊怎互伊水位另外迄边过，即无影响哦。比如讲，我即即满即满种诶时阵，拢靠伫靠伫东边，对无吼？我种东边，仔啊东东边嘛，因为咱。 咱零是南北向的，我种伫即个东边啊，可以北北北啊，北过可伊塔过来伫即个西边安尼吼，这个没有问题。若较悬啊，咱就甲气候厝理较悬起，咱就甲气候厝理甲绑一点，啊甲缀咧缀咧缀咧缀啊缀到遮来差不多啊吼，若是到啊，即个慢慢慢啊甲顶啊，伊就遐即边的差不多拢出出高平落来啊，所以很 OK 吼，所以啊，为什物作者人会改改即种的一个即个进法安尼吼？ 这大概是安尼啊，这做法。搁一种就是讲用第三种方法，就是撬厝的吼。但是即马有个人无爱撬厝的，伊讲吼可以做偏撬的吼。啊，有个认为讲袂啊，我都呃先伫涂骹啊，互伊发发咧，啊，到时阵啊拾拾诶吼，白白诶啊来一辈一辈安尼啊，看拾起啊有看着的较白撬有看着看看起嘛，安尼顺顺啦吼。所以拾的顺就好啊吼，所以伊会拾较粗，啊拾较粗伊著。 较比較悬吼，所以即大概是，啊、呃，第三种，应该是上普遍诶一个一个方法，吼、哦。那么矮化即个部分有人咧饲吼，但是咧，呃，目前甲饲起來，迄、那个收量不是很好，因为你咁想啦，吼、哦。你即嘛，你即嘛下骹即只只甲悬顶去，即两三甲悬顶，甲悬顶诶时阵较悬啊嘛，你要佢變做佢当心，当心诶时阵吼、哦，咱咁啊，要。 其实所谓做不共款伊有一个叫做顶牙优势吼，这个顶牙顶牙优势，上面叫做顶牙优势，就是讲上我管顶这层诶，这个这个。 啊，上冠顶诶，一个即个所在呢，哦，伊就较容易吼，即、哦這个物件呢，啊，迄硬吼上接近诶，哎、欸，心互咱登吊去啊。伊边啊，即个就较容易呢，啊，对后壁呢，就去走去，吼、哦，即、這個、有顶牙优先生长，所以即侧牙对其他硬呢，就较容易呢，啊、呃，掉掉的伊就掉较袂起，吼、哦，这個、就是咱咧讲诶叫做顶牙。有时变讲一桩即、這个。 啊、哦，南洋杉吼，伊有一个安尼枝啊，你甲锯掉锯掉诶时阵，伊诶其中诶一片的一,一直爬去边仔诶侧芽会较袂发出来。吼、哦，这感觉比其实所有谓物拢有即种诶一个即自然生长诶即种习性，吼、哦，这個、叫做顶芽优势。啊，所以你甲顶面甲伊剪掉诶时阵，啊、呃，伊会伫即个叶上接近即个顶芽，咱甲剪掉迄个附近诶侧芽伊会起去。所以你要为留下骹留一个叶去哩，吼、哦，不太容易。 喺医院咧真怕拍，而且你留出来喺医院咧啊，即、呃這个相当的即个弱势啊吼，即、哦這個、得手是安尼，所以啊，即、呃、种矮化解即方式呢，其实不是很好吼、哦，比比基本上唔是讲真好啦吼、哦，所以我是个人是较无建议讲啊、呃，为下骹去留院吼、哦，但是我是真佩服咱啊，伫台北即边吼，即、哦這個、有人控制甲真好势，就是讲伊。 伊即马，但是因诶拢是做较快、较快做吼，所以並起，比讲，伊即马互伊起开始咧办伊甲下水吼，伊伊下了较倒啦，下下了较倒吼，人因控制到真好势，即款，不然实在感觉啊，即物件著是讲吼，万底深坑吼学袂了。 伊滴小个控制，哦卡水分控制较大，所以啊，甚至蛇即个左果枝伊嘛无咧喷吼，无喷心吼，等是讲伊也是安尼扫扫扫，无像咱头啊三哥用用伊个药尔，村咧就拢有看到咯，安尼个扳过扳过，所以一段时间伊即个左果枝嘅荔枝嘛吼，荔枝较侪了呢。 啊，新脉会怎啊流伊对无？怎啊流去？自然的封顶，吼、哦，家己的冻力迄个所在。所以伊家只干巴味汤拌料，慢慢慢挽料时阵，叶啊、新煞加加诶吼，新煞加加诶时阵，较过落水，较过落肥，佫会顶半面，佫来佫佫开花，佫还花，吼、哦，这個、通常是安尼结这、這個、做法。所以过年前伊即批挽了佫来还花着过年了，过年了以后呢？ 啊、呃，人大家拢已经伫买流做歹班诶时阵，伊迄只遐呢，伊缓解缓解，伊就做好 Q，因为迄无啥物鱼仔嘛，所以啊，因、呃、此用安尼这一個这個方式来伊即个做改变吼、哦，所以这嘛是另外一种诶一个即個,个管理诶模式，所以即个矮化吼、哦、是没有办法吼，等、哦就是讲伊干阿咪来讲呢，很难去讲啥物怎那伊矮化吼，等、就是讲 Q 厝吼，Q 了厝厝啊，阿 Q 厝的搞工吼、哦，这有时啊伫。 啊！伫即、呃、个栽培内底有一款，啊，咱有诶好朋友也是讲，啊，我头、哦、出出啊，吼，互伊小可处处啊起里来的税债去生，但是一见高面，吼、哦，这是目前我看着我个人认为讲即种做法呢，啊、呃，我认为最好，吼、哦，可能较好做，所以阮即卖开始真侪即个工课都把它调整，因为啊，伫、呃、大陆这边，吼、哦，即真侪即个有当时也看工啦，吼、呃，并讲你要扣出诶咱。 台湾咧讲有法度叫较处处叫较较好势安尼吼，即边、喔、是无法度诶，只有乱吼、喔，只有一个乱字吼。啊，你安怎甲讲咧？伊拢话拢比你较侪吼、喔，所以有时候这个没有办法吼、喔，这个是一种，即个对工作诶，一个，即个尊重诶，一个，个态度吼、喔，这无啥共款吼。啊，所以你看你安怎做吼、喔，所以你也当多看看吼、啊，我感觉讲啊，看一寡无共款诶，个这个做法吼、喔，啊，卖想讲虾米是钓虾米，想万正想讲虾米是钓虾米是。毋。啊 对哈，适、哦、合咱的就是对啦。哦，这呃，咱有几位听众朋友哈，之、哦、类，伊、这个、的感冒病哈，伊、哦、的感冒病哈，起码卡在办第二次开你讲伊钓也唔钓。 咱诶小番茄即马第二个月卡开始咧变红，拄开始会当第二个月拄啊好挽会着安尼你讲会着啊？毋着足侪人讲干嘛你毋是爱种较早咧嘛？无啊你讲干嘛要种较早，还是普遍，伊百分之七十种较早，伊有百分之三十是即阵咧挽所以到后壁伊个反回来较歹伊甲只系水的，佮小甲佮小套篮子吼出来，这些物件拢足水诶。 人安尼嘛做了真好吼，所以思考吼，虾米物件是适合咱家己诶，只啊，不会讲，会当甲己讲诶，只有一个原则，剩诶都是咱家己会当去啊去调整诶一个一个更加有路、嗯、的这工快吼。互咱就一听众朋友做参考吼。来时间上诶关系，两点钟诶节目我先暂时先到遮，收机不诶听众那些有疑问，下个星期一见，拜拜。